团创始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创造101今天的发起人美少男黄子韬。开场之前，我给大家跳一段主题曲。今天是我们的101女孩第一次和他们的创始人面对面，祝贺你们成为他们成团之路首次大考的考官。你们今晚行使的创始人权力会跟我们每一个101女孩在这个舞台上接下来的命运紧密相连，你们身上责任重大，必须做一个合格的考官，大声告诉我能不能做到。说好了啊，等一会儿呢，总共有16支团队登上这个舞台，导师们将带着自己精心挑选的8支战队进行2-2对决。你们将看到8轮竞演，每一轮 PK 结束之后，你们要在2支队伍里选择一位你最喜欢的女孩。啊！两个队伍才选一个。通过你们手上的点赞器为她点赞，你们的点赞数和场外观众的点赞数一起，将如实进入每位选手的总成绩，懂了吗大家？下面就请我们的创造101导师团上场。欢迎舞蹈导师罗志祥、声乐导师张杰以及声乐导师 Ella、 唱作导师胡彦斌。我们有一些话想要对他们两个说。冰冰的啦，没在怕的啦，放马过来啦。不行不行的啦，不行不行的啦。我们这里有罗志祥，有张杰，所以听好了，我们的团名叫做是志杰晋级，简称直接晋级。哎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涛涛今天很像一颗水蜜桃？好可爱哦，粉粉的，真的要把你吃了。现在请四位导师入座。今晚我们不仅要看101女孩们面对创始人的首秀，还将看到我们的导师为最具慧眼伯乐的荣誉而战。你们四位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很清楚。我不太清楚，就谁眼光好是吗？对，我们的对决公演即将开始，哪队老师的队伍率先登场呢？规则是石头剪刀布，失败的一方先派队出战。黑白配好不好？黑白配，黑白配，来这里配，黑白配，配 ，yes。输的先出，然后后面再去决定你要派哪一队出场。输了你们先。好，亲爱的发起人黄子韬先生，我们冰冰的啦要派出的第一个战队，亚米队中国话。就这么炸吗？
这一次是101个女生。我以前是觉得说我好像有点格格不入，我不知道我进去大家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。还蛮多人想要跟我一组的，所以我挺开心的。那个时候觉得，哎呦吼，我还是挺受欢迎的嘛。你都不知道，亚米这两天简直了，不是这两天，应该是首秀之后，只要他经过，必定大帮人。就亚米啊，你哪组啊？亚米那组啊，亚米那组，嗯，对，你哪组？亚米那组啊，亚米那组。他们都对我们期待太高了，就是有一种感觉，这个队就要爆炸了。因为亚米确实是真的很显眼很炸眼，之前其实有在考虑说如果跟亚米进一个队，我非常大的概率会被看不见，但是后来我想说管他的，跳完这个之后我真的想爽一下。大多数做女团的都是柔一点，但是王竹、杜金宇、Mena、魏景跳起来咣咣咣，亚米就不用说了，唱起来也是咣咣咣，然后就会显得这个团特别像一个男人的团。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不吃苦，你什么时候吃苦？所以我觉得吃苦是肯定的。我会想说，人的一辈子那么长，青春就那么短暂，那么几年，我不想就是很平平淡淡的就度过我的青春。有些东西现在不去追就没有了，我想要去追，我想要去尝试，就算是失败，我也觉得哦，我曾经有努力过去追，我也可以讲故事。阿万胜军大好。大妹好，姐啊，直接晋级队，你们的选择呢？我们这次派出的是橘林队。